갑니다. 안녕하세요. 야호! 예. Abanang at soa daini bang asipasan musad. Oi mama mabso dakwa marti madima dianga. 他本身的身份跟地位是应该全部都有，包括这个挂钩，包括这个菜板，包括这个菜板，它应该是全部都有，就是我们文物人们在我们这个文首的这个。 文化里面是一个最大的身份，这样。他们以这个手纹做起点，要附赠所有的文化，但是起点在手纹，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耐人寻味，也很有趣的。其实当时真的很多的文化是被禁止的。 因为我们原住民的文化，在这几十年来。 因为汉人的进入，因为日本人的进入，因为外来文化的进入，我们几乎都已经把我们的文化给丢掉了。那朋友要注意，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什么人。 我记得那个照片我还有，嘉兴村的那个手纹老人，十来个，那我当时就很震惊。第一个是震惊说他的人女那个手上有手纹的女人怎么那么多位，然后更震惊的是每一个人手上的那个手纹，非常的完整，就是有山川，有河流，有他的子民，有他的土地，有他的太阳。 就是每一种图形，其实都是代表那个女人她在部落里面的身份地位，她家族的一个表征、财产的表征。所以嘉兴村能够有这么大量的一个手纹的保存，确实是在其他的部落见不到的。这算是他们部落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它是14个不同的图案，但它的组合是7种。 然后来呈现社会位阶跟它的分工。所以你们现在看得到的这个手纹，就是在36到38年间，就是那个空档，他们完成了这个手纹，然后在决定这个纹首的时候，就是由家族的长辈讨论，其实跟原住民排湾族对Nasi的概念。 Nasi 就是我们，称之为生命，也称之为血统，也称之为你在部落的价值。
耶玛丽的车马布克萨阿卡德勒玛尼玛哟卡罗阿罗玛达尼达西尼达奥勒玛尼诺伊kenang asaka maya pa ibu-ibu amang sika namasana pia kenang mapat susun 我们是女人但是我们不能放着我们的家不管所以我们扛起这个责任支持我们的同胞但是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成为他的左右手，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家族撑过这一段比较微弱的时期。我们不能让家族倒下，不能让大家的故事在我们这一代断层，因为人已经断层，但是历史不能断层。人已经断层，但是部落的故事不能在这一代结束。所以这就是我们做的，我们做的就是。我们不要这个家族的名字，这个祖先留下来的荣耀，到这一代就结束。长期以来，世界上许许多的民族都有纹身的文化，可是排湾族的纹身文化呢，确实跟现代社会这个纹身文化有非常明显的差别。部落里面，不管是阶级，不管是身份。不管是他的权利，不管是他的土地，是有密切的关系。可是我们现在的流行文化就没有包含在这样的一个关联性。其实对排湾族而言，这个要架起来的秋千，它已经不单单是木头了。它代表的是我们这个达亚勒家族的纳西，所以当它立起来的时候，表示我这个女人，我这个女儿之身，我拥有的纳西就是如此。所以，为什么进门的时候要这么慎重？因为它不再是一个木头而已，它代表那些，这个就有点像汉人的我们的神主牌一样。大家不难看出来我们的期待，因为他是老人家自己去说的一门亲事，那所以这当中有对这个孩子的期待，希望孩子嫁到自己认识的家族里面，以后未来是被疼爱的。
Yeah.